宇宙少女，七个女，宇宙少女，左边第一个跟第四个。欢迎飞鱼，飞鱼，见到粉丝了。大家好，我们是月华娱乐的 YH Girls。哇，衣服好好看啊！只有这么瘦的人才敢这么穿啊！瘦瘦瘦，再看看自己的肚子，哇，这个腿，哇，感觉气场好大。嗨，出大事了！哇，好强的气场！他们坐哪儿都是焦点。轩怡好漂亮哦，可好看了。这个是轩怡是不是？对。哎，好看哎。是啊，已经是艺人了嘛。还有美诗也是。你怎么说话这么无力？不是，就是别人，因为这是我理想中的那种感觉。月华。这些都是我喜欢类型的，我就想成为这样的人，但是有点遥远。个个都是大长腿，我的天哪！对，我们公司月华的啊。轩怡，轩怡，我的轩怡。大家好，我们是月华娱乐的 YH Girls， 谢谢。终于等到你。会不会有 battle 的？我这是不是每个都 battle 着？可不可以不跟月华 battle？ 尤其是那两位会被骂耶。没关系，我就说我不背，我直接下了，我直接下。轩怡加油！轩怡好甜。训练得很好，然后也蛮成熟的一个团体。对，因为他们其中有两位其实已经出过道了。哪两位啊？吴轩怡、孟美岐、两位都出过道了是吧？对。 那现在重新再到这个团队是吗？对，练习生的话，这个就是这个职业的开始嘛。我们就是抱着初心过来的，然后打算从头再开始一次，然后加油努力。对，从中去学习。 OK， 来吧。吴轩怡、孟美岐，恭喜你们进入 A 班。哇，谢谢老师，谢谢老师。那就是二对二了，要挤下两个 A。 第一次出现这种状况，
结果压咪下去。不要再 cue 我的名字，我现在提到我名字就怕，你知道吗？我现在手里面有两封，抽吧。太多轮 battle 了，感觉人心惶惶。不好意思，你可以吗？我可以啊，我说我可以 battle 啊，可以 battle， 这完全不是一个风格的呀。往里走，往前走。好。妈呀，另一个是谁？没关系，我就说我不背，我直接下了，我直接下了，我直接下了。Sunny battle 吗？不 battle 的话，直接去 B 没关系。Sunny， 把你背了，我也没在怕了。我们下去说吧，走。哇，太帅了！我等下来找你们啊。响应，留着，留着，加油！那第一组的 battle， 丑丑和孟美岐。加油！哎，好尴尬，我很喜欢美岐。毕竟胳膊肘要往内拐。都太厉害。好，准备好了请开始。你说过牵了手就算约定，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就像来不及许愿的流星，再怎么美丽也只能是曾经。啊，可以了。哦，谢谢。
最后有些人值得等候，有些悲伤值得忍受、哦、我爱你不是冲动。我鸡皮疙瘩起了，细细看，细细看。只要你记得我们那么爱过，我忘不掉你第一次吻我。你是不是看了我演唱会之后，你就特别有信心对自己的未来跟生活？还有，行行行，坐，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坐，差不多。来，接下来吴宣仪 ，Dance，Let's go music。好，接下来换你。好、太精彩了。第一组挑战的结果，孟美岐挑战丑丑，恭喜你成功晋级，挑战成功，谢谢、啊，不好意思，没事，恭喜你，一般 battle 能成功。第二组，我觉得轩逸会赢，前面几场 battle 都是挑战者会赢，所以其实先入为主的感觉就是，嗯，挑战肯定会成功。吴轩逸。挑战失败，挑战失败。哇！没关系。哇！长脸了，我们。第一场就这么炸了，我的天哪！如果再次跟闪妮 battle 的话，我一定要掰回来。疼。恭喜坐在金字塔上的各位完成了你们的首轮表演。哇！剧院吗？哇！哇！妈呀，傻眼！
为什么还要把 star 和 restart 分开？我们都已经成为好朋友了。就是，为什么会有五个话筒？哎，一起唱哎。哦，一组一组。啊，有耳机，有麦克风，应该是五个人一起上那节。请各位选手按姓名入座。V 姐，你怕不怕？你怕。I believe you can do it. OK. I don't believe in myself. I believe in you. I believe in you. OK. 我坐在这一排，我感觉压力很大。下面有请六位新推官进入《明日之子》第三季声乐小考核现场。大家好，你们辛苦啦！准备的怎么样？好，还行，还行吧。这一次小考核的主题是声乐考核，你们会分成五人一组进行演唱，由我们几位新推官随机选择五位进行同组考核，然后另一位新推官会为你们抽取本轮的考核曲目。在演唱过程中，我和燕姿老师将分别推出每个人的声音，来聆听你们的演唱。演唱完毕后，我们会为你们重新评星，并请你们按照新的星级入座。全部演唱结束后，本场获得六星的选手将与六星选手红一诺进行终极 battle。最终产生今天唯一的一位六星选手，请大家做好考试准备，加油。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声乐小考正式开始。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其他的新推官会选择分别是哪些赛道的选手来组成第一组的比赛。美琪，你的选择是谁？有没有想先来的？都在低头躲我的视线谁跟我对视上了就谁来。我实在是有点胆怯，不敢，怂了。我绝对不会第一个唱，至少不在第一组就好。哎呀，都不敢看我了，怎么办？V 姐吧。哇，妈呀，傻眼就是懵的，完全是懵的。我觉得我躲得那么好，怎么会被点上去，你知道吧？我因为你缩得最紧。威姐加油，威姐加油，威姐加油。有请 Restar 赛道五星选手威姐上台。哇哦，加油。 Restar 有没有不服他的？服他，我们都服他。那有没有人愿意跟他一起同台？我。好。强的。看到 VG 上台的时候，真的很想去陪他，就是想跟他站在一起。还有没有瑞士大选手想？哦，请有请。苗志军，他也来陪我和 VG， 我真的非常激动。私底下我跟 VG 跟 Pam 的关系很好，就想着他们俩都上去了，然后有认识的人在旁边，自己也有会有一些勇气了。有没有 Start 的选手李兰？加油，加油！那我建议就是王涵吧，加油。丹丹姐，我看看是什么歌啊？除了遇见，其他的都不想碰到。最有把握的应该是遇见吧。对我来说，每一首都很难，我觉得。我最担心的就是《爱的华尔兹》或者《我们的爱》。还可以吧，总归不是啦啦啦呀。
我们的爱太逗了，直到现在我还活着。我们的爱的话，我基本没有假声，所以很高很高音的那个地方的假声对我来说是一个难的地方。只是用爱，直到现在，唱不了。所以其实对我来说，不是我平时会，就不是那么适合我吧，这点对我压力还挺大的。我不知道怎么办，我要背很多词，很多，我没有时间睡觉了。我有点担心，因为有四首歌，三个都是中文，我一点都没听过，我怕我会记不住歌词。要陪你，要陪你，没有谁能给你你给我的爱。有哪一个地方唱的奇怪吗？不停，不停，这个是什么意思？ Depend. 每个人都在帮我，我的朋友，他们帮我很多，因为我真的希望唱中文歌会更好。潘是练习的时候，他基本上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是天赋跟努力并存的人。我还不可以放松，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会唱错，因为我紧张。洗澡我也在唱歌，睡觉之前我也在听。现在我的脑子里只有点啦啦啦啦啦，或者我们的爱一直在我的脑子里。作为一个哇泰国人啊，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把中文完全背下来，然后还能有这么良好的一个演唱质量，非常好。谢谢老师。我其实这两天一直不敢练，我第一天练了，第一天练完之后，第二天就失声了嘛。不再回来，只是永远，只是永远。我不行了，我嗓子已经哑了，今天。就像月光舞蹈的，唱不了。上去我的那个，不行，我嗓子好疼啊，唱一遍。我吃药感觉好一些了，但是唱完之后我又发不出声了。就是我是那种我哑了一点点，别人听不出来他我的大改动，但当我哑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是已经非常严重。练死了，我已经慢性，我在哑的，我再也回不去，我要做手术了。越哭越哑，我跟你讲，越哭越哑。我哪天真的失声了，可怜死了。那你准备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你只能练啊。VG 加油 ！VG 加油 ！VG 季军 ，OK， 好，开始考试。
啦，你们第一组，我觉得你们所有人为第一组表演鼓掌好不好？真的很好，真的很好，比我预想的要进步了很多，我还蛮惊讶的。对我来讲，我想提的是妙计君，之前你给我的感觉是非常没有自信，但我觉得今天的你很不一样，所以要恭喜你。嗯，今天最让我惊艳的是VG， 因为今天我觉得你的有再上一层的感觉。我觉得我特别开心的是听到这个泰国的小姑娘，我不知道你在这之前会不会唱这首歌，我看得出来，我觉得你下了很大的心力，真的比第一次我听你唱歌的时候今天要让我觉得非常的意外，谢谢。我也是就是特别惊喜的，就是 Pam， 因为毕竟不是母语，但是情感非常好，有自己的理解，对这首歌有自己的理解，谢谢你唱这。谢谢老师。第一次这样子去参加比赛，我觉得压力其实超大的，在这么大的压力下，大家基本上完成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你们很棒，恭喜你们。谢谢老师，谢谢老师。那我们现在开始给结果好不好？王涵，请新推官给评星结果。原四星选手王涵降为三星，获得共享串烧舞台。李兰，请各位新推官给结果。原两星选手李兰升为四星，获得共享串烧舞台。请新推官给妙计君评星结果。唱完以后，我觉得那一瞬间其实我是很开心的，这个状态是我看到的我喜欢的妙计君的样子。哇，原两星选手妙计君升为四星，获得共享串烧舞台。 OK， 我们到了 Pan， 请各位新队官给 Pan 最后评星的结果。原四星选手 Pam 徐嘉琳升为五星，获得 solo 舞台。得到五星了，非常非常开心，就是没想到自己会做到这里，非常感谢导师们，我爱你们。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最后 VG。原五星选手 VG 升为准六星，将有机会获得水晶舞台。
你说到底是哦，待会我们又要抽一首歌，不会又要让你唱《我们的爱》了吧？那待会儿完了，准备好了吗？哇，亏你想得出，来不及给你准备生日礼物，就用。